来看一眼哈，今天人太多了，现在都是2点多钟了哈，下午人还那么多呢哈，咱从这边开始简单看看吧。早上都挤不动，这阿拉斯加灰色的，这啥价的？12张，黑色的呢？11张，这做几针疫苗了？两次疫苗了，你抱起来两个看看行吗？大的这个。这是12张的，回头12张，漂亮哈、啊。这个最少多少钱？最少有单就单好了。你说最少能多少钱呢？1150让不是、啊。这够行，这够。你看，看后背部多大。做了几针疫苗了？2次疫苗，3次取中。2次疫苗，3次取中。嗯，没洗澡，就是没洗澡。对，要洗完澡的话，那个漂亮很了，这毛量还大，最少都是1150是吧？最低了，最低了。黑色的呢？你抱起来个黑色的看看，有黑色也多壮，你看。真壮，你围着骨头胖，吃的太好了。这个是1100是吧？行，像这样的800块钱差不多，黑色的不愿意，笑我给的价格有点低，黑色的确实，这都多少斤了？十来斤了哈。行，有要的我再过来哈，再来看看啊，这边还有蓝色边牧哈，蓝色边牧还通来了，哦，这是三层大围脖的，对，公的，这是公的，哎呦，后背有的。这没有，你看哈、啊，是不？你看，从我5点就起来为工作这会儿，每天光着的点，瘦了，太瘦了哈。行，大家。不是不瘦啊，就是饿了个肚子扁乎的。这是啥价了？啊？啥价了？1300。1300。要能给你便宜的。要的话能便宜点。行，好嘞。这边是拉巴多，法牛，大白头古牧啊，大白头古牧，这个是啥价了？古牧那么贵了吗？真假的呀？还能少多少钱？1600。哦，还能再少呗？不能再少了，1600啊！大白头古牧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啊？这个是，古代牧羊犬啊，这个好看啊！你抱一下这个行吗？看看，这个最低就是1600了呗，是。大白头古牧，这个狗是干啥用的呀？这个狗是干啥用的呀？什么？打广告旗。打广告旗的哈，1600，这是公的没的这个？这是公的哈，这个不错哈。行，眼睛都蓝色的哈。对。大白头古牧哈，谁家装修房子了？然后刚装修完，然后把狗狗养在里面，防甲醛的哈，好像大概这个意思。这边还有小比格犬啊。咱再接着逛逛吧哈，这边柴犬，这边还有个拉拉，拉拉壮，这拉得有目测得有30斤了，得有30斤了，它比熊1500的，有30斤了啊。看看这边哈，这边还有阿拉斯加，阿拉斯加现在可多了，这边是阿拉斯加，这是红桃的，红桃阿拉斯加哈，看看这桃脸的哈，这桃脸的阿拉斯加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一套1200。哦，这个1200啊，价格不高。这是公的没了？公的。这是公的哈。这个长大能多少斤？长大就是五六十斤哈。那么小吗？啊？五六十斤，那还叫阿拉斯加吗？这个实话实说，这个得长到100斤左右，最少得100斤左右。这个是大型犬，他说五六十斤。这边还有小八哥哈，小八哥，黑脸的八哥，1000左右，黑八哥1000左右哈。看这边，这边还有大白头古牧嘞哈，看看，这边都是表面大了。啊？我说这个大白头古牧，这个是啥价的？哦，这个还2000多嘞，这个大了哈。这老板生了个二，都是一只2000，还能谈哈。看看这边吧，蓝牛，大哥，
看你蓝牛啥价了？看看相中的这价格都好说。相中价格都好说。我相中了。你给我抱两个。我相中没有用。哎呦，这个挺好看，这个。客户，你相中哪个？这啥价了？这个1000多。1000几？1200能拿呗？18张。18张，1000多，你也不是说1900嘞？你看相中价格这。价格。行，这提醒真好。好，这公的没了，这是公的。你再看还有其他的好看的吗？这个也不能，这个也不能。再抱这个，再抱那一个。这一个，这两个在一起抱。这个大哥家可是开有别墅的哈，真漂亮，眼睛都蓝色的。大哥，你们说最后一口价多少吧？你看个客户的，你在那相中，他对俺家不认可多少钱？价格好说，价格好说，1200行不？你光说价格好说，我给1200，你愿意不？你一个你说价格好说，你自己说个多少钱不卖多少喽？15张，最低了，白是。行，我对你放下吧，知道好，尾巴也好，我看这尾巴都太小了，现在实话实说没两个月了。没两个月，难养现在，你再养大一点又贵了。你这眼睛多好，这是这尾巴，你内着思维，就是在难养。实话实说，现在你买有点早，得过了15之后你再来买。他吃谁都吃，我知道，我不能给你抬杠，我都是怕我卖的我都够呛能不能养活嘞，太小了，主要是家里还得有暖气，还得照顾好它。那大点的。行，大哥，标题的1100、1200，现在都便宜了，看到了吧？现在狗狗有点便宜了哈，不是说有的狗便宜，是有的狗便宜，有的狗不便宜哈。今天太多了，因为我都不往里边挤了哈，啥狗都有，需要狗狗的哈，关注我一下哈。